同学们好，欢迎大家来到无人机项目的课程。好，我们这节课呢继续向下讲解。那么今天我们的这个课程呢，讲的是这个通讯模块。好，我们今天主要这个课程内容是NRF 240L 这个 2.4G 的无线模块的驱动。啊，因为这个本身涉及的内容稍微复杂一些，所以我们这节课呢分成两节课来讲。好，我们先讲这个第一部分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个，这个标题应该写错了，应该是 NRF24L01。这个 2.4G 无线模块，那么右边是这个它的模块的这个内部的功能框图。好，我们大概来认识一下这个模块。从左向右看，这个部分是 PA，那么翻译过来就是 power amplifier，就是功放。那么功放很显然它应该是发送的了。那么这个部分是这个电源管理，叫 power management。那么这个部分呢是 LNA，LNA 呢它是一个low noise amplifier，也就是说低噪放大器。那么这个部分呢是用来接收的。然后呢往这个部分它是GFSK 这个调制器啊，调制模式，然后中间这个是 PLL，相当于是背频的一个。那么这部分是接收的这个解调啊，发送的时候要调制，接收的时候要解调，然后中间是它这个中枢的控制引擎。那么发送的这部分有这个发送的 FIFO，接收的这部分有接收的这个 FIFO，啊，中间还有一些控制寄存器的这个分配，它这里叫 regs map。也就是说，寄存器的这个分布，然后这款模块呢，它是这个 SPI 接口的。我们大概看一下这个 CSNSCK 四线的 SPI，然后它还提供了一个 LQ，就是这个接收到消息之后呢，它是异步提醒的，也就是说触发一个终端信号，然后告诉处理器我这边接收到消息了。还有一个 CE，就是这个芯片使用端啊，CE 的话，看这个信号名字，它应该是高电平有效的。然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边，RFP 和 RFN，在我们这个电路系统里面，电子学里面，它这个 P 和 N 表示一对差分信号的两端，也就是说这是一个信号，但是用两条线来表示。差分的话，它一个显著的特征就是抗干扰啊。那么 FP 和 FN 这一对差分信号就是我们外接的这个天线，天线的话它是接到这两条线上的，这两条线同时接到了接收的这个低噪放大器和发射的这个功放上，也就是说，我们这个模块儿，这个天线，你要么用它来发送，要么用它来接收，所以它是半双工的，不是全双工的，不能同时进行收发，它会乱的。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，这种模式下，实际上你发的任何消息都会被它自身收回来的，因为是它这个输出跟输入是连到一块儿的。所以大家这一点看功能框图的时候，这些内容都要通通看出来。然后呢，功能框图看完之后，左边这些你也就通通就都能了解了，也不用我多介绍了。这个模块它有很多工作模式，好像是三种。那么我们常用的就是这种 enhance 的 shock burst 的 TM 模式，就是说增强的这种发射模式。那么很多内容呢都不用我们管了，什么校验啊之类的。然后呢？它这个模块是 2.4G 无线模块，它的工作频率实际上是2400兆到2525兆赫兹，也就是说呢，它有一个带宽范围，在这个带宽内呢，每一兆分为一个通信信道，所以刚好是126个通信信道，就是你可以用 2.4G 去通信，也可以用这个2401兆赫兹这个频率去通信。频率改变之后呢，我们注意看这个地方。当频率改变之后呢，这个接收器这一端，它配置完了之后，收到的这个消息就不一样了。也就是说，我这边配置成2401兆的时候，你这边发了一个2.4G 的信号，我是收不到的，因为这个地方会被滤波滤掉的。好，我们大概了解这个意思，这是高频信号处理的内容啊，不展开讲了哈，因为我平时用的高频信号比较多，所以跟大家多扯一点。那么我们往后看。这个无线模块呢，很重要的就是它这个状态迁移图，也就是说它这个芯片内部有一个状态机。这个状态机呢，芯片上电之后，
延时100毫秒之后，也就是说它内部要进行一些操作之后，它就进入了关断模式。从关断模式呢，我们要让它进入待机模式，我们才能对它进行进一步操作呀。待机模式的话，要把它这个 power up 至一，就是这个寄存器，然后给它供电，相当于是。然后它一供电之后呢，进入 standby 就待机模式了。待机的话，再去向无非就是发送或者接收两个模式嘛，因为它只能同时，它是半双工嘛，它只能同时处于在一种模式上，它不能一边发送一边接收。所以我们要么让它去发送，要么让它去接收。发送的话呢，就把这个 PRIM 下划线 RX 位置一，那么就很明显这是 RX 模式嘛，就是接收模式。然后 CE 至一，这个时候呢，它要从这个模式切换的话，要有一定时间。它切换时间大约是120毫秒到120微秒到130微秒的时候，从这个 standby 模式就切换到这个 RX 模式。然后，如果是想从 standby 模式切换到这个 TX 模式的话，它中间要有一个发射空闲模式过渡一下。也就是说，我们把这个 PRIM 下划线 RX 位置零的时候，就表示不是接收，那一定是发送了。然后 CE 至一的时候，这个时候如果 FIFO 里面没数据，就是发送 FIFO 里面没数据，那么它进入到这个发送空闲模式，就相当于是，它认为刚进入这个模式，或者是说在发送模式的时候把 FIFO 里面的数据发光了，那么这个 FIFO 也会空的，所以呢，就是发射空闲模式。发射空闲模式的话，再进入发射模式的话，那你就往 FIFO 里面写数据呗，对吧？一写数据的话，它就马上发现，哎，我 FIFO 里面有数据了。我现在在发射空闲模式，也就是我上个字节，上一个字串发完了，那我就发下一个呗。然后就进入了发射模式，发射模式是重复的，FIFO 里面有数据的话，它一直发。发完之后呢，如果你 CE 就是不使能了，CE 至零的话，它就回 standby 模式了。那么，如果是 CE 还是使能的，CE 等于一，但是 FIFO 没数据了，它就又回到发射空闲模式了。一般发射端呢是会连续在发射空闲和发射模式之间来回跳跃的，它不会回到 standby 模式。但是接收模式的话，它就一直在接收模式下。好，讲完了这个之后，我们来看下一个接收的配置啊。刚才我们讲了这个状态迁移，那么接收配置的话，实际上我们刚才已经带过了。也就是说，把这个 config 寄存器的这个 power up 位置一，然后呢 PRIMX 位置一，然后 CE 再使能一下，相当于就给它供电，然后设置为 X 模式，然后再使能，它就进入接收模式了。那么有接收有个时间间隔，这后面这些不说了。然后比较重要一点就是程序读取到这个数据之后，要清除模块中的中断标记位。我们这个一般是用外部终端去处理这个程序，就处理这个接收的数据的。你在终端函数里边，不仅要把你单片机本身的那个终端标记位处理掉、清除掉，还要把这个模块本身的终端标记位清除掉，不然它就一直在触发你的单片机的终端。好，发送配置刚才也说过了，那么这里边，也不再继续废话了。然后这个注意的是，中间有一个过渡的模式，叫 idle TX 模式。然后转换的话也是需要有时间的。切换之后，因为那个 ARM 处理器它比较快，切换完之后，最好是有一定的延迟之后再进行发送。这个模块的初始化，模块的初始化呢，因为它是 SPI 接口的，所以我们首先要初始化这个 SPI 接口。SPI 接口的话呢，因为我们飞机上的这个原理图设计的时候，它 SPI 引脚是重映射，也就是说，它这个 SPI 模块用的不是它默认的那个引脚，而是重映射之后的。这个也是根据布板的时候的这个管脚的这个排列的要求，因为它是可能这样画图的时候更方便一些。然后呢，就对于 SPI 引脚进行重映射。这个数据格式呢，就是 SPI 最常见的8位数据，高位在前。然后时钟配置，这个模块呢本身最快的 SPI 时钟支持10兆赫兹。那么我们 SPI STM32 的这个 SPI 配置呢，用八分频。八分频的话，72兆的时钟，一八分频刚好是9兆赫兹啊。然后呢，又没有超线，速度又比较快啊。当然，你也可以256分频或者128分频，这肯定都是可以的。只是你往 FIFO 里边写数据的时候稍微慢一点呗。那么时钟配置还有一个就是它的这个极性啊，它的要求是时钟空闲的时候是低电平，并且是S clock 的第一个上升延有效，就是在第一个上升延所存数据。那么这实际上就是对应的 SPI 的四种模式中的模式零。然后这个 SPI 的四种模式，我认为大家应该作为基础知识掌握了，这里不展开说了。然后这个 SPI 接口完了之后，还要初始化相应的这个中断 GPIO。啊，这个引脚配置为输入模式，然后中断中处理这个
外部中断。当然，还有一个引脚是那个 CE 引脚，这就是最普通的这个 GPIO 了，作为输出模式，这不说了。然后这个 NRF24L01 的这个初始化，非常重要的一点是接收节点和发送节点的地址。如果这个飞机和遥控器的模块地址不对应的话，它根本就不是接收不到数据。然后要初始化这个模块地址，还有这个通道、通信的信道。刚才我说的那个，我用2400兆发送，你接收的时候设置成2401兆的话呢，根本接不到，因为它俩不在一个频段上，也不在一个通道上，不在一个频率上，所以这样是不行的。然后还有这个通道地址，然后自动重发次数，因为我们用的是这种自动应答的，就是发送端一发送之后，接收端收到之后会给他一个应答，说我收到你的消息了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如果发送端发出一个消息之后，发现接收端没有应答，这就说明发送可能失败了。那么我们要设置一个自动发送，就比如说遥控器跟飞机说给爷飞一个，然后飞机没理它，那遥控器就我们设置一个重复十次的，假设我们设置一个重复十次重发，那遥控器就一直说给爷飞一个，给爷飞一个，给爷飞一个。说到第五次的时候，飞机终于收到了，然后它就开始飞了，那就遥控器就很高兴，说诶。我说了5次，你就飞起来了，听话。然后我就后边呢就不再继续墨迹了。然后还有这个有效数据的宽度、发射功率、接收中断等等，这些都要配置。这个接收中断是指模块本身的，模块接收到数据之后，会把那个 ARQ 那个引脚拉低，拉低之后去触发这个 STM32 单片机的这个中断。STM32 在自己的这个中断里边，在处理模块的这个接收到数据，是这样一个过程。好，我们进入这个演示环节，因为这个程序比较长，今天我们可能就没法都说完，然后还包括后面这个调试程序之类的。我们先说前两个部分吧，能说到多少算多少，因为还有下一节课。我们打开我们的这个编译器，这是我们上一次课的工程。然后为了节省时间，我只是把代码写好了，并且调试完了之后再跟大家讲，因为这个代码如果没有调试化的话，没有调试过的话，我是不放心跟大家讲的。这是我们前面说的这个 SPI 的初始化，这个很简单的定义一个 SPI 初始化的结构体。然后我们可以大家很方便的发现，这个 Eclipse 它对这个变量是会有一个自动识别，并且弹出的这么一个功能。那么这个是比 Q 方便的多的。然后初始化的话就很简单，我们大概看一下这个飞机的这个原理图。好，我们这个 SPI 在这个部分，然后24L01这个模块在这儿，然后它标注了 SPIE 进行了重映射，所以我们要对这几个引脚进行初始化，就是 PB3456 7。然后特别注意的是 PB34，它本来是这个上电默认之后是 JTAG 的引脚。那么我们要对它进行重映射，并且是禁止 JTAG，然后还有这个 PA15，它也是一个 JTAG 的这个阶梯 DI 信号，那么它作为这个 SPI 的 CSN 信号来使用了，我们也要把它 JTAG 的功能禁止掉。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过程就是这样的，用到了 A 和 B 两个端口，让这两个端口实时使用，然后因为我们要引脚重映射，所以我们要打开这个 AFIO 这个时钟。然后同时使用 SPI 的时钟，引脚重映射的时候用这个命令啊。我们这个都是用库开发，这个很方便哈。然后这个还要把这个 JTAG disable 掉，但是要保留 SWD，所以用这个 remap SWD 下划线 JTAG disable。然后后面这些就是我们刚才说的 B 的345，然后这个中段引脚啊CS 引脚，下面是 CE pin 7。然后是，GPIO B6 是这个中断引脚，中断引脚需要注意它是输入模式，并且是上拉，因为，中断信号是下降延有效，所以我们用上拉。然后它一旦有下降延信号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进入中断。这方面初始完了之后，要把这个 SPI 的 CS 信号拉高，然后后面的这个部分就是整个 SPI 外设的这个初始化了。那么我们用的是这个全双工的，然后我们做主机就是 STM32 做主机，然后8位数据，然后这是时钟极性的配置，
然后这是软件控制那个偏远信号，然后这个是分频，就八分频，然后72除以八等于九兆，刚好是九兆。高位在前，数据的高位在前，然后这个 CRC 校验的多项式等于七，这个部分实际上对于这个模块来说是没有什么意义的，我们就暂时这样写着，不用管它。啊，初始化之后只能发一个无效的字节，然后初始化这个发送，这个部分呢就很简单。然后我们再看一下，它会有一些根据这个模块本身定义的这些初始化计算器的东西，就是2401的这个初始化计算器。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边。大概就是一定要有这个 SPI 的读写函数，因为这个是最基础的 SPI 外设中会遇到的。然后这个2401的初始化，我们可能这节课讲不了太多，然后大概看一眼。先解决一下这个外部中断的这个吧。GPIO 刚才已经说完了，说完了大部分，还有一个就是跟这个中断相关的这个 GPIO 我们在这个函数里解决了。中断嘛，也是普通的 GPIO 配置，然后外部中断的处理，还有这个中断控制器，一定要初始化这个，不然的话中断没法响应了，它进不去中断函数了。还有这个时钟，外部时钟的时候就要打开 VFIO 时钟。然后我们用的是 GPIO B6 嘛，所以刚好是在这个中断号五到九之间，然后我们就用这个中断。然后极性的话都抢占优先级和分组优先级，哎，这个说的好别扭，都设置成一，让它稍微高一点儿。然后这个中断就初始化完了，GPIO 呢，相应的做上拉模式，这部分也说完了。然后这个连接一下这个中断源，外部中断源的这个连接在 GPIO 六上，然后这个中断控制器的这个初始化。初始化完中断之后，还有一个就是要对这个中断函数进行实现。那么这里边呢，进来这个中断之后，这个中断也是跟我们原来说的一样，它都在这个中断向量表都在这个里面定义，在这个 vectors 在这里面。好，我们用的中断刚好在这儿，所以我们直接在这个里边把这个函数实现了就行，因为它那个定义已经在那边定义了。那么进来之后，先把这个中断标记位清掉。清掉之后，从这个 NRF24L01 接收数据，接收完数据之后呢，我们把相应的我们感兴趣的数据打印出来，然后置一个位，表示我收到数据了，然后就返回。好，那么这节课呢就先讲到这里吧，因为我们后面还有好多内容留到下节课去讲。然后大家这个尽量去发掘这个 Eclipse 的好处，因为你像这种函数的话，你放在这里，它就把这个函数的定义弹出来，然后在这里直接可以看。如果你想找到这个函数本身的定义的话，你就双击右键，然后打开它定义的地方，直接就可以找到这个函数，这是非常方便的。还有自动补全等等这些，慢慢的给大家介绍。好，那么我们今天这节课就先讲到这里，谢谢大家。